大家好，我叫热木汗，是哈萨克族。我妈妈做的面点特别好，自从我考上大学那年开始，她就在村里打馕卖馕，做的馕饼特别认真，每个面团的重量都一样重。她会在每个面饼上压上好看的花纹，空闲的时候我也会帮忙。附近的村民还有很多外地的人都过来买馕。爸爸是一个建筑工人，村里人盖房子修羊圈都会找他。我们家的住宅就是爸爸一砖一瓦的盖起来的，我特别敬佩他。爸爸妈妈就是用这样勤劳的双手供我和弟弟上完大学，让我们家里人生活越来越好。